我其实也没有问什么，我只想问一下，你最近在微博上脸肿是怎么回事？你说呀，厉害的机器，马上拿出来，马上拿出来解说一下，对不对？解释一下，对对对，蛮有兴趣。这就是我的秘密武器。对，这个我告诉你，今天花美男啊，就是我们的幌子。其实我们为所有的女性来谋福利，哎，对，谋福利。对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刮胡刀吗？去超商啊，360块，450。这到底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导入仪啦。对，我必须要解释说，那一天我去上节目的时候，我那天整个是就双重感冒，就是医生说我前一个感冒还没走，又来一个，所以我那天吃了药，我不晓得是不是有含什么类固醇，整个是肿起来。嗯，然后那天化妆师给我贴了那个，就给我画眼线贴胶纸，我说不用了，没关系。然后那因为燕姿要来，然后我们要必须要离开化妆间，不能让她看到，所以我是根本没有画完。然后只有声音是哑的，所以呢，就 S 就一直说你是有打脸，就开玩笑啦。对，那我今天就要跟大家澄清，我是就是用这个天然的啦。对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导入仪，也就是这个是你们年轻人不用，我们需要。对，你好好跟我介绍。这是一个对，这是一个导入仪。然后呢，像这个，对这个，你看后面一个铁片哦，这个你就是手沾湿。然后呢，握住这里，手要沾湿啊，就是会触电吗？用你身体的那个正负电去，然后呢，用身体的正负电，然后它会有胶哦，来这里会有两个胶，凝胶是不是？对，它有凝胶，对，它有两个凝胶。我在干嘛？手忙脚乱。它有两个凝胶，这是第一剂，然后你就涂一个，完了以后呢，洗掉再用第二剂推，对，先。涂第一剂，第一剂，然后第一剂是导出，就把你的一些脏东西，对，脏东西，哎，脏，第一剂的时候也要用这个导入，对，导入，他先把导出，先导出，先导出，对，先把你的脏东西先导出，导出，然后到第二剂就是他所谓的精华液，它叫 HLOCK， 就把你年龄锁住，对，锁住，对，哎，这个是，那这样子锁39岁就39岁啊。那你我推了半天还39岁，你会不会讲话？不是，是推完就是39，看起来25。对，不是锁永远锁在那里啊。毅力演艺圈就是这样的，会讲话，在演艺圈要做很久的。这可是什么布莱德比特，好像还有什么那个那个什么以前阿汤哥的前老婆米可基曼，他也都有在用这个。然后另外一个，这个就是它可以换头，可以剃头发。对，不是，这是刮头皮的，刮头皮的，刮头皮是。对啊，头皮就是对，你看按摩刮头皮，就这样子就会长进头，对对，促进头发生长。那要给孙协志啊，他只能刮，算了。这个其实是活血作用，对对对。那还有，然后呢？然后这个呢？这个比较头比较小的，这个呢就是细纹。细纹，对，细纹跟眼尾这些小范围的这些，哇，对，你最近没用吗？我最近对，啊，就是有会讲话，对，哇哦，所以这都可以换头的，然后呢，这个最后一个这个头呢，这是刚你的那个。蝴蝶袖啊，从嘎子，我以为是这样子，我也知道。这个还可以当蝴蝶袖，对，蝴蝶袖推你的大腿的，哇，推大腿就会比较紧实，对，好的，好厉害，这是真的，就是这个机器是，因为我有介绍很多，我都有给我的朋友，就一些大牌，我不能讲，因为他们幕后都有代言。那我就不是大牌，他们有，我送你一台。所以他们用了以后就是自己。但是你那个胶会用完呢？对，所以你就要再补啊，再买啊。哦。对，就机器你买了就固定了，可是胶就胶要去。对对。台湾买得到吗？买得到，这个对，这个就是对，可以找我。所以多久要做一次？其实我们这个我大概。这样每天做吗？其实你可以每天，我大概是2-3天，或者我第二天有通告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边看那个什么 DVD 的时候就推一推，就大概。10几分钟半小时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运动，就是运动，运动活血嘛。对，头皮呀。对，卡兹，他导入。香姐，刮完再来弄脸来。味道啊，混在一起。不会，其实这个好像淋巴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这就是有些会选择去什么打入肉毒还是什么，就是侵入性的，但是这个是另外一种，就是。
它电波很强，就像你直接导入打进去。像我们通常就是我们打擦保养品是这样按摩嘛，其实你要按好几百次，你要按得很细致。那这个等于说取代，等于说你手抖动了几千万只，把这个保养品打进去。所以我们就不用去弄那些有的没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有一本美容书就说过，他说其实很多保养品是没有用的，你光是用手这样是没有用，它没办法吸收。对，那我觉得当然还是要从身体调理，就是少烟酒，然后不要夜生活，然后其实我觉得这样讲其实不好啊，就是化妆品有一些什么，因为我不太能用香的东西，对，所以我就买医药用的那种油啊。哦，其实我觉得最简单。最基本最好，因为说真的，有一些的说有一些，那会不会化妆品公司再也不找我代言？我现在在讲化妆品。